好，大家好，我宅爸。宅爸买了一只电动的狗狗，然后它会走路，然后会有声音，然后它还会翻跟斗。那现在呢，我在房间里面，斗宅现在在客厅睡觉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就会让这只狗狗发出声音，然后从房间里面走出去，走向客厅，那看斗宅会有什么反应。我们现在开始吧 ，Go。你不喜欢狗狗啊？你不喜欢狗狗，你干嘛对它叫？你干嘛对它叫？你不喜欢它，是吗？你跑掉！事实证明，家里如果出现电动狗狗，它也是会怕。